这个，好，功能正常。那它这荧幕有黑圈，哦，这个是放太久的瑕疵，然后整个镜头没有刮。机身没有摔，哦，繁体中文的，哦，这是中文。这台有 WiFi 哦，这台有 WiFi，可以玩手机，NFC 也有。然后配一个镜头跟那个电池充电器，还有一个滤镜。